历代志下第三十一章一节，这些事已经都明白。在那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，打嘴跳上错当阿舍拉的偶像，搁在犹大便雅悯，伊发现玛拿西遍地将山头段甲这段拆毁灭尽，对安尼，以色列众人大家倒去本城，大家倒去本地。二节，希西家派定这些利未人的班列，各照各职分献烧祭甲平安祭，搁伫亚华的殿的门内侍奉，感谢俄罗亚华。三节，王搁对家己的产业中定出分额来做烧祭，就是早晚的烧祭、甲安息日、月的初一、甲节期的烧祭，拢是照亚华律法所记载的。搁吩咐踮伫耶路撒冷的百姓，将这些利未人所应该得到的分额，给因全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。五节，命令一下出，以色列人就将起头色的五谷、新酒、油、蜜、甲田园的出产，齐齐送来，搁用各项米的十分之一送来真济。踮犹大遐城的以色列人，甲犹大人也牵牛羊的十分之内，各分别做成归乎耶和华因的神的米，就是十分之一的米，尽拢送来贴一堆一堆。对三月起聚集，到七月才明白。八节，希西家甲众首领来看遐堆，就俄罗亚花，各为亚花百姓。以色列人祝福，希西家对这些利未人查问这堆。十节，撒都的家大祭司阿撒利亚回答讲，对百姓将供给的米送到亚花殿以来，阮唔那食饱，搁剩真济，因为亚花赐福气予伊的百姓，所剩的才有安尼丰盛。十一节。希西家吩咐伫亚华的殿内预备切仓，因就预备，因诚心将的米、甲十分之的米、甲分别做成的米，拢搬入切仓内。利未人哥南亚掌管这个事，伊的兄弟示每做副官。十三节，亚叶、阿萨西亚、拿合、阿萨赫、亚利沃、约撒伯、伊列。伊苏马基亚、马哈、比纳亚，拢是委员。伫哥南亚，甲伊个兄弟是每个手下，是希西家王甲管理神的殿的阿萨利亚所派的。十四节，过丹门的利未人因那的囝科利，掌管甘心献了神的礼物，分发献了亚花的礼物，甲祭献的物。第一的二手的有伊甸、明阿敏、亚苏阿、喜玛雅、阿玛利亚、喜加尼亚，在这些的各个城，用是新的职任，无论兄弟大小，拢照办理分给因。十六节，照家谱三岁以上的查甫丁，今仔逐日入亚花的殿，照办理尽伊的职个，也分给伊。各照宗族家谱分予祭司，照班列的职任分予二十岁以上的利未人。十八节，各照家谱计算分予因会中的某家己，因为因尽职分，家己清气正圣。十九节，照命派定的人，得将应该得到的分予阿伦的子孙。踮伫逐个城高雅的祭司，所有的查甫丁，甲一切记伫家谱的利未人。二十节，希西家伫犹大遍地安尼办理，惊耶和华伊的神眼中看做好，做正直尽忠的事。今仔伊所行的，无论是办神殿的事，是遵行律法、守诫命，是找求伊的神，拢是尽心去行。来行通。